是人家这里可以开，你直接从我这边开掉。这把我摆的。害怕。啥时候磕到了是吗？不想理你，我还哪里磕到你？自己的钥匙什么的磕在上面了吗？哇，现在平板电脑这么大了吗？最大型号12.9，十二点九。你拿给一个什么？我都买。哇，得有。
高中，但是你干嘛跑个班回来？很低高。吃鸡。
房产有十，就是往北去的。九款是房产，一款是新品。导航去了下火岗得五个小时。哦，同事也去那个广西玩嘛，他堵13个小时不去了，疯了，真的是疯了吧你？那么想去吗？那么昨天晚上都已经定准备去了，然后今天早上醒来看了一下13小时。对啊，他疯了。现在往南去，往深圳啊，像你们那个方向都不堵，不怎么堵车。那个油，那个屁股翘着几条腿啊，闹谁？像我们有一年去那个贵州玩，但是我们是从4号还是3号回来，那时候回来的时候没有不堵，去的时候堵死，就是我们往回走的时候不堵。但是往去的方向的话，你不动，你动不动那种。是啊，这高速堵车很难受的。我刚才去接你们的时候，花都大道一大堆的车从高速上下来了，实在受不了。很难的，我感觉。对啊，停也不能停。还好，去肇庆的话，这个路段才100来公里。之前那个摇的无双，实在不行找个地方下去就行了。他们说抽是抽600，你超稳啊！这里几只有超龙吧？是你超的龙？现在就5块多是这个。再来龙，哪个龙？这个狐狸那那个抽完以后我就不抽。你那个神经病！这个你搞买的有超，那里几只有龙吧？那里是超的龙吧？在龙吧，在顶有超龙。几五啊？还几十？我是真怀疑。5个小时就是说去那个阳朔那边哈，5个小时的路程能堵到13个小时，那疯了吧？反正开车5个小时以内我还可以接受，超过5个小时就不行。但是不堵车的情况下开5个小时还可以。我大哥也是从广西朋友福建嘛，然后昨天下午走的，昨天晚上打个电话，他说还没出广东省。正常，我对已经广西的，已经因为广西梧州那边进广东很快嘛啊，他说广西已经出发到了，但是还没出广东省，因为梧州那边不是再过一带就到肇庆那边嘛，这样子啊，对，然后他就已经进了广东省了，但是没出广东省，是这样的，他好像是1点多出发嘛，我们是8点多打电话嘛，他说还没出广东省。7、8个小时还没出门呢，反正那是疯了。今年感觉特别好。对啊，你想想前往年都是疫情啊，在上一个假都还在阴影之中啊，都不敢出去。现在是完全是不敢了。再加上现在是夏天嘛，相当于。对啊。但是今年就用你们广东话来说，旺丁不旺财。人多，他们讲话我也听不懂，是吗？对，我福建的，福建讲话完全听不懂。福建讲话厉害了，那完全跟中文的语系都不一样嘛。他们广东话还有点。我们福建有2种语系，一种闽南语，是啊，闽南语，一种是闽东语，闽东语是接近吴语。对啊，就是。完全不同，感觉是不同语系的，所有的发音没有一个声调，这边嘛，它有点一样。我们福建听福建话还听不懂，这很正常。闽东听闽南的语，听一点点，完全听不懂。对啊，这个听一点点，这个是正常的。因为我们那边太靠近浙江方面了，就吴语。对啊。吴语那边，然后他这边靠近台湾啊，潮汕那边是闽南语。闽红有家乡，你那照还真有还闽红。如果亚连长要失去的话，要开大个个都打不完。如果佢要开大有家乡，好稳的几个地方出的，啲老牌英雄根本就唔识噶嘛，但系佢真系识啊。
你们家的用途。它这种天美跟天油混在一起，有皮肤出了频率好很麻烦。以前是天美嘛，以前天美主导的话，皮肤还是克制一点。克制一点，大概就是说一两个月左右，一两个月左右。不过大节了之类的哈，出个什么人玩的人嘛。它现在是三天一限，三天一传说，五天一限定。那就是说明这个游戏它在做最后的疯狂了。最后的歌嘛，就对。不过他现在一下子不敢说之类的，因为他吸金期也比较多。他跟我说现在一下子停服啊什么，或者取消之类的，他玩不起，一下子就没了。对，就跟一些大型的东西怎么样的，端游那边的。英雄联盟这样子的，他虽然说他们半死不活半死不活，但是他一下子他自己也不敢说清零，对啊，因为他一清零的话，不是说一两个来反抗，全部人玩，那一下子他吃不消了，别人会告他的。
DS 好吧？哪个上面和我那个上面还不一样？我的流波已经被吹走了。看到这个东西我太欢迎了，因为那个是你家的这个东西，我那个东西已经给你过来了。哪个？你不可以，他要过大风了才能过大风。在雷区啊。七八。
吧，里面充满了希望。
你看，你看的还没有？我按照你名义发的地方。你把地址发给我，告你们一个 S。你那边地址？妈，还告你住嘛来？反正有一有一种油品的很重要。你说是哪个？我说是哪的？
好几次他妈车差点就出事故，就是什么的。对啊，就是。他开着开着开着哈，突然变道，啊、然后他又不给你打转向灯。对啊。然后你突然给你变一下，然后你一下子反应不过来，我操！然后你一踩急刹就毁了，后面就绝对撞了。对了，所以不敢。哇、哦，你看这些车恶不恶心？来来来来，我操！是，就这样子。对啊，恶不恶心？突然给你撞，我操！反应不过来的。是啊。你看这样子的，幸亏后面没车。你看，要后面有如果更近一点的话，绝对。只要你下不去的，那边高速堵成那个样子，这些人还往这边走，赶快掉头回去了。你傻逼吧这些人？可以的，有自信。是吧？那边你看，不是说这个地方堵，是那条路堵了那么多公里，啊、你还往下走，你疯了！赶快掉头找个酒店休息一下，明天走。是不是？那我的话肯定下，马上前面走，反正只要通的我就走，找个酒店休息一下。当地的开个车兜兜转转，明天走。这些人脑袋都是有坑的。你这里去哪个景区？有景区吗？这里有啊，这里下去鼎湖啊，什么那个什么西桥、西桥啊。鼎湖就在我们那边，就你看呢，这边车堵成那个样子，底下有西桥啊，西桥一个景区啊，是不是？人说西桥是不能请你去的，去了都分手了。随便找个位置玩一玩，休息一下，明天走，多爽啊！脑袋真的是有泡。或者走古国道，走古道未必。国道一样多，但应该不会比高速，应该是国道会稍微好一点。对啊，但至少国道，哎，我就觉得就在旁边最近的景区玩一玩，反正你开着车嘛。多请几天假，多请几天去玩，总比你现在挤在那堵了堵死。是
我也是八月下旬的时候，我出去玩了半个多月。我在云南、大理啊、丽江啊那边都不挤的。那我是梦里面是一年，比如说一年去一个玩地方玩一下啊，今年就不用想去了，就已经约好了啊，一年去一个地方，你自己定，但是你可以定远定近，都是你安排。但是说，我他妈的一年去两三次，他妈顶不住。你说真的，现在真的出去玩，不在节日里，节日就在我们去阳江的很近了，嗯，车票很近了，住两天。三天两晚这种，我的酒店也不贵了，轻轻松松两个人三千多，是啊，真的，不知道怎么玩了才。在就近玩，就远的话呢？就远的话就不要再节假日喽。然后我同事这边一个不是一个月前就说要去那样那个。从规划哈到什么，我就说了一句，堵车，没事，我们已经做好规划，不会堵车。然后昨天晚上都说啊，今天要赶早去。然后我跟我女儿回家了哈，我不管他们。然后今天早上我买完海鲜回来他们，不去了，13个小时不去了。那你说你这样子搞一下，你自己安排不来去，是吧？现在这样只能在家里工作。那怎么可能不堵车嘛？提前三天就不堵车喽。我要么是昨天晚上就去，你宁愿反正都堵了哈，你昨天晚上去，堵到今天早上，哎，你也舒服了，你人心也舒服了。瞎说，开车不累啊？就轮着来嘛，一辆车轮着来也累，一个车两个人来开。所以说买个特斯拉，不堵车的时候你可以睡觉了，让他自己开了。在高速上是可以。我昨天是跟他们聊嘛，聊的时候吃饭一起吃饭嘛，然后就是那样说嘛，就是说他们去吧，昨天晚上就去，反正都在堵了，你慢慢开吧，就当慢慢悠悠慢慢悠悠开过去吧，堵个13、14次五个小时无所谓啊，第二天轮到就行了，明天早上他去，啊堵一天，然后他们玩一天回来了，他们行程压得很满的，就三天两夜的，那你这边堵一天，回来堵一天。对呀，那搞个屁呀！我也想好了。
别早起，他出来之前不是要赶那个哦，赶那个车哈、啊，起得早，可以可以。哎，不过你要你们要感谢那位司机，那你请坐坐。我几点要快拿货？几点必须给我开？我操！别人也起了个早上，对，送货。因为他们那边是那个市场是八点钟嘛。别人起来一个早。那个海鲜是专门是八点钟的。我好，那我跟他说，明天必须七点半给我开，我快拿货。别人也起了个早。对，然后你知道吗？他们那么昨天拿货凌晨去拿，他跟我们没有说，完了凌晨去拿货的。然后他妈的，然后那拿回来堵车就堵，然后到七点钟开门。好的，七点。那别人谢谢你的，让他起得早。真的，这一个司机搞的，那个司机搞的，他妈的，一下子他妈的，还挺好玩的。OK， 这一大了我。才到哪？按懂，我也不知道。我知道，我说你们熟的话，我说江边那他也可以走江边那条路。我说江边是不是很漂亮？我们就走江边。如果不是的，我们就不走江边。现在估计这两个有一个闹。江边可以走吗？是几个？
还是我给的是那个主动的。那行，好了，那你那名词就行。